新闻继续要来看的是嘉义市一百年度调解业务建设会日前在国税局举行，嘉义市长敏惠、检察长朱条明等贵宾拢出席。而建设会准备由各地区的调解委员和业务申办人员了解到法令，增加到法律的知识。嘉义市99年度调解案件总共有1989件，其中调解成立的有1487件，包括东区604件、西区883件，成功率高达74.76%，会使讲是成效非常的好，对协助地方法院甲地检署有真大的帮助。28号上午，嘉义市一百年度调解业务座谈会伫国税局礼堂举行。东西区各调解委员也纷纷到场聆听。这次举办座谈会，除了会使更了解法令，甲增加法律知识以外，也希望借由座谈会来增强调解功能，发挥安定社会的力量。而嘉义市这几年来各地区的调解成效良好，也已经得到中央机关的肯定，也显示调解委员付出的辛劳甲努力，为嘉义市民设想服务。市长敏惠也伫会中讲，市府团队将会配合中央，争取预算建设嘉义市，带予市民真正安居乐业。也向在场的调解委员致上上关的敬意，因为有因的牺牲，才会使让社会更加安定。新闻台记者林嘉义采访。